大家好，我是宜山学妹，看我身后好多人好多车呀。对的，学妹又来赶集了，今天赶的是营子集啊。学妹喜欢凑热闹，带大家去到集上逛一逛，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。营子集啊，在我们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集，之前的时候我来过一次，现在应该是那边拆迁有点换了位置，这我走的有点迷路了。怎么好多小鸟叽叽喳喳的，真可爱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，你们看这个圆滚滚的，一个个的，你看这个真的是可爱透顶了。嗨嗨，这是古董。我怎么看着这个样，有点那么发福的样是吧？等等等等哈，这个是你哥租的，要加工的，还要加工的，这个就可以纯粹的观赏了。也观赏看，把它开个口可以下车。哦，是呢。钢球啊，你这啥？你们看这个形状像什么，可以倒水，跟茶壶似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纯粹的观赏了，有模有样的做的。以后怎么买的这个？这个买二百。二百？哎呦，怪不得这么大，原来是有家庭在这摆着的哈。那这个呢？二百二。这个呢？这个八十。哦，这个吗？啊，这个吗？这个价格吗？我还能付得起哈。但是这个大的葫芦，真的，这大葫芦真的是太带劲儿了。但是价格也不便宜，因为可能是种出来太麻烦了，得200块钱。200块钱一个。你们想要吗？一块钱我还没一块钱，你可屁股够烦死了。这什么羊？鼻羊。鼻哦，鼻羊。鼻羊是毛就是鼻的了哈，我们看着。这有毛。免费摸着能上班。都是三四零的价格。长得羊头呢？能怎么的？一个生的。哦，这俩羊头还不一样的。哎，一个生的，一个熟的。哦，一个生的，一个熟的。好。我好年都是纯吃活瘦的。你们看到这个大羊头啊，这个是生的，是13块钱；这个是熟的，是15块钱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羊头上还能看到这种毛发，这个是用火烧的，因为有很多那个用那个剪去退这个羊毛，那样不健康。虽然这样看上去可能还有些残留，但是相对来说是健康很多。6块